现在发的是上次考试的成绩单哦，来，三条，三条，这次考试是全班第一名，你很努力呢。这次的考试题目都还蛮难的，在这么难的考试拿到第一名。我记得三条的成绩一直都平平的而已，看来他这次真的很努力。你还说呢？你也需要加油吧。小凯丽这次也在及格边缘呢。预习，我才不需要做那些事情呢，我只要读取大家的心就好了。人生轻松模式，能读心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哎哎，你觉得？